三公分就这个。公布是公布是 ST。哎呦妈呀，加加六千，你还弄啥的？你个没看到家个 ？ST、哎、ST 是公布啊？嗯，三个公布，这上面是三个公布。哎，你那是，第一刀第一个公布，然后选用的话 ，XM 是。这是重复次数，这 XM 是后导量变成的数值，比如说变成一个300，不定。然后第二刀，比如说我变一个100，不定。第三刀的话，变一个500，400。啊，变得到500啥？能变到的。450，你变450。450好吧，然后确定吧，然后再回到第一刀，然后按一下运行键，这是当前的数值。然后你打一下这个。